迎收看《电玩宅速配》，我是主持人罗特。背景在温泉公寓里，又是一男多女的同居设定。摇曳中的优奈小姐蒸汽迷宫自漫画改编成游戏之后，当然少不了养眼镜头喽。游戏即将要推出，马上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服务粉丝的系统吧。摇曳中的优奈小姐是在周刊少年 Jump 上连载的漫画。剧情描述着有通灵能力的主角与温泉公寓摇曳庄中的地茯苓和众多美女们同居的故事。在推出动画之后，接着要推出游戏了，而且还是在 PS4 上的家机作品哦。游戏采用的是原创剧情，女主角们为了拯救被绑架的男主角而在地下迷宫进行冒险。游戏方式采用 roguelike RPG 的方式进行，所以不用太害怕挑战失败，因为每一次重新开始都能累积资源而变得更强，而且每一次的迷宫构成也都有所不同。虽然游戏画面看起来有些简单，但最重要的福利当然不能少咯。大家想看的就是香艳刺激的入狱场景还有暴衣画面，对吧？而且游戏中还有许多外观能让玩家切换，不管你喜欢哪种装扮，等到11月15日发售的时候就能慢慢享用咯。